明星的子女也逃不开大家的关注。最近在一档明星亲子节目的首映礼上，林志颖、李湘等明星就带着自家的小宝贝儿出席。活动现场，小家伙们呆萌的气质、稚气的话语，让人爆笑连连。昨天，林志颖、郭涛、田亮、王岳伦以及张亮等五位星爸就带着自家的孩子盛装出席了活动，一口气能将五对明星父子或者父女兵召集在一起。以小伙的见识来说呀，这在国内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的。话说各位小伙伴，要是以为这爸爸去哪儿的角儿是五位星爸们，那你们就天真无邪了。瞅瞅这五个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小孩，主是谁？各位你懂的。而在这五位星二代中，星光度最高的莫过于不老偶像林志颖的儿子小小智了，才四岁就有了自己的综艺处女秀，想必心情是极好的。再看看现场小小智天然呆萌的样，以及和爸爸亲密互动的劲儿，我说那些垂涎三尺的怪叔叔阿姨们，你们 hold 着点哦。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嗨，我是大家。你又米。嗨，我是大家。哎呦我去，小小智，你这天真可爱像小姑，我心都酥了好吗？不禁问一嘴啊，小智啊，这娃怎么就这么 Q 呢？传授点经验吧。多多花点时间陪伴自己的小孩，然后多多爱自己的小孩。帅气多金长得嫩，现在又加上一条教子有方，我说小智啊，你这是要把其他当爹的都逼死的节奏啊。